电话响了。我听到了。那你快接啊。你一直看我干嘛？要回去吗？你为什么躲我？没有啊。有。没有。就是我就没被亲过，所以就有点那啥。熟能生巧。走了，我会很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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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。那我呢？你什么？你的计划里，我在哪里？你在我的小说里。哎呀，别这样看着我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不太会写计划。我们就照你的计划走好了。
了。